接下来为您播出平安三六五。事故频发，稚嫩生命意外凋零，什么样的乘车误区让孩子们身处险境？敬请收看平安三六五。交通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事故，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交通事故已成为仅次于溺水导致儿童意外死亡的一大原因。2010年5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十字路口处，一辆白色轿车在等候信号灯期间，被后方一辆超速行驶的轿车猛烈撞击，造成白色轿车内年仅6岁女童当场死亡。2013年5月2日，在京沪高速路上，一辆坐有一名婴儿的小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一辆半挂车发生剐蹭，击打方向后，孩子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2014年4月14日晚上，在河北省秦皇岛市阜宁县某路段，一辆小轿车与大货车发生严重碰撞，副驾驶位置男子怀抱的3岁女童，由于车祸发生时头部猛烈撞击前挡风玻璃而当场死亡。在众多儿童伤亡的交通事故中，除了横穿马路，儿童不规范乘车则是导致悲剧屡屡上演的重要原因。那么，家长们经常使用却又是错误的儿童乘车方式有哪些呢？我看的方法会安全些，我把它放行李中，安全一点，在我身边。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方便照顾，所以比较安全，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家长们想象的那样。2013年11月，浙江乐清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一名被妈妈抱着坐在副驾驶位上的3岁男童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击中头部身亡。2014年1月1日，浙江杭州一辆私家车与公交车相撞，私家车副驾驶座位上的11岁女孩由于伤势严重当场身亡。专家指出，让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当发生激烈碰撞时，对于成人来说是安全保障的安全气囊，此时却会对儿童构成危险。因为儿童身高较矮，气囊弹开的位置往往在孩子的头顶，非但保护不了孩子，反而会造成伤害。这是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室做过的一次实验，模拟汽车气囊弹出充气的过程。气囊在充气的瞬间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将一旁的西瓜击碎。在另一个试验中，重达60斤的两个轮胎在气囊弹出的瞬间被弹到了4-5米高的空中。气囊爆出的速度是每小时300公里，那这个力也有几百公斤的力，那你如果孩子离气囊那么近，势必对孩子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安全气囊从弹出到展开只需要1/20秒的时间，因此巨大的冲击力就给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孩子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这个儿童的话，毕竟的话他的身体机能都在发育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成熟，
这样的话，假如这种气囊在长大过程当中跟儿童发生接触的话，那危险性比成年人还更大。所以要求就是儿童乘坐车里头尽量要远离气囊。在采访中，还有一些家长认为，让孩子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带就安全了。您觉得孩子在车中怎么坐比较安全？他一般就在我后面，安全带一拉，就是一般是这样。一般都在系上中间的安全带。几岁了？7岁半。7岁半。对。然而，各种试验和实际事故都表明，安全带并不能有效保护孩子。孩子身材较为瘦小，碰撞发生时安全带不能起到固定作用，孩子随着惯性下滑后，安全带反而会勒住他们的脖子。车上的安全带都是为成人设计的，安全带特别是肩带更多的是穿在脖子这块，那么一旦发生这个碰撞的时候，那么这个安全带会绷得非常紧，那么两边这跟利刃一样，那么直接对孩子的这个颈部有非常大的损伤。除此之外，有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坐在后排抱着孩子就能够保证孩子的安全了。因为小孩天生比较好动啊，我觉得我抱着他的话他不会乱动，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很少一个人抱，一般拉到两个人在一起，所以妈妈在这边抱着他。针对这一误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了专业的碰撞模拟试验。试验模拟汽车时速50公里时发生正面碰撞的场景。专家介绍，在时速50公里的情况下发生碰撞，一个10公斤的儿童会产生300公斤的冲击力，大人在一瞬间根本抱不住。实际上，在车内环境中一旦发生碰撞，后排成人不但不能保护孩子，还有可能让孩子成为自己的安全气囊。由于这个孩子处在大人和前排座椅之间，那相当于还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对大人来说相对好一点，可能对孩子来说造成的这个损伤会更大了。看来家长以为安全的乘车方式在事故中却只能给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那么怎样才能让孩子乘车时得到最好的保护呢？专家指出，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这组对比试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碰撞发生时，使用安全座椅的儿童被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而旁边没有坐在儿童椅里的假人却飞出了数米远。在真实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坐在安全座椅里的孩子往往能够幸免于难。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份数据，在发生小轿车碰撞时，儿童安全座椅能够使婴儿的死亡率降低71%，幼�儿的死亡率降低54%。在欧洲，儿童乘车出行需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有法律约束的，并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施了。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针对儿童安全出行制定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1986年，瑞典政府开始强制使用安全座椅，美国则是80年代中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也在本世纪初推出了各自的国家标准。2010年7月，巴西也制定了儿童乘车安全法规。和国外需要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相比，我国的绝大多数家长都没有意识到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必要性。你之前知道这个东西吗？不知道。你们小孩子多大了？3周岁半。3周岁半。啊。我有没有考虑为给小孩弄个安全座椅？那么大了，我没考虑。一个品质合格、使用正确的儿童安全座椅，能够有效避免儿童在乘车时可能遇到的碰撞危险。但2012至2013年度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中国75.66%的汽车内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真正的强制孩子要乘车的时候坐儿童座椅，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例。但是我想随着这个标准技术法规的进一步的推进，人们安全意识的不断的提高，我想也许在2-3年或者3-4年之内，这个标准也许就会出台。行驶轿车突然冲下高坡，
校车事故触目惊心。集体出行，孩子们又面临哪些风险？请继续收看《平安三六五》。2013年4月12日，星期五，对于上学的孩子们来说，愉快的周末就要来临了。然而在这一天，就在这辆刚刚冲下高速的客车里，16个正值花季的孩子却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噩梦。这辆冲出高速栏杆的小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车的前窗户也碎了一地，受伤的孩子们此时还被困在车内，他们现在究竟怎么样呢？赶来的江苏省常州市的消防员紧张地对已经撞坏的车门进行着破拆。在对车门进行着破拆后，消防员对车内的人员展开了紧张的营救。一名受伤的老师被抬了出来，而在此时，车里还在不断传来孩子们痛苦的叫喊声。孩子们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在医院里，我们看到了更多受伤的孩子。孩子们显然对于刚刚过去的这场灾难仍然惊魂未定，而有的孩子更是在这场事故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个男孩头部受了伤，已经陷入了昏迷中，在他的枕边还有带有血迹的纱布，让人看了不禁揪心。在一些伤势较轻的孩子中，有一个小男孩十分的坚强，脸部几乎全部淤伤的他还能说起当时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也都是南京人是吧？有的，还有去镇江丹阳的。当时那个情况你还记得吗？就是开着就是突然冲下栏杆，然后就一直翻到下面去了。就翻到下面去了。嗯。然后当时你就是反应过来的时候，周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车厢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车厢内已经破了，然后那有好多人都已经受伤流血。眼前这个被匆匆推回急诊室的小女孩只有8岁，是所有孩子中年纪最小的。在这起事故中，她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的话呢，就是说意思不是太一样，烦躁的，呼吸可能就呼吸困难，呼吸衰竭。来了以后，我们呢就是给她抢救以后呢，给她气管插管抢救以后，做了 CT 发现呢，她是一个脑外伤，主要是一个胸外伤，现在我们抢救以后，现在目前生命体征是稳定的。待会儿呢要转到那个胸外科病房去。据了解得知，该辆校车上的学生均来自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各个年级，因周末放假，校车搭载南京籍学生从苏州回家，在常州路段，校车因与前方车辆剐蹭而冲出护栏，发生了车祸。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农村的学校逐渐合并，孩子上学的距离开始变远，许多接送孩子的车辆便应运而生，穿梭在乡间小路上。而对于工作繁忙无暇接送孩子的家庭来说，校车的出现也受到了很多城市家长的青睐。其实在欧洲许多国家，校车早在百年前就已被广泛使用，而且校车的安全系数堪称是家庭轿车和公共汽车的40倍。这些校车一般通体黄色，外形厚重，并有黄色的闪光灯和红色的停车标志。车内座位上装配有防撞安全装置与安全带，并且享有很多特权。而在我国，
每到学生放学期间，在长镇学校的门口，从正规中巴到早已过了报废期限的黑车，甚至是小三轮，都成了运送孩子的交通工具。这些不规范的所谓校车的存在，导致校车事故频发。2011年5月13日，河南淮阳校车载送学生时发生事故，一名女童身亡，事故的车辆为报废车辆。2011年11月16日，甘肃一辆校车与大货车相撞，致使19名儿童死亡。经了解，这辆校车竟超载了55人。2012年12月24日，江西贵溪一辆校车因超速侧翻在池塘里，造成11名儿童死亡。接连发生的校车事故震惊了全国。2012年4月，国家迅速颁布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务，校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员。孩子们的安全不仅要依靠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更要依靠整个社会对于儿童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视。此外，平安365提醒广大家长，对于乘坐校车的孩子们要时常进行安全教育，提醒他们乘坐校车时不坐副驾驶座位，系好安全带，不嬉戏打闹。如果您带孩子驱车出行时，一定要避免安排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位，并且要为年幼的孩子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切记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保证孩子们一路平安。2014年9月13日，福建省寿宁县消防大队在开展消防检查工作时，发现在一座居民楼里竟然藏着一家收纳箱加工厂，在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厂房里，到处都是易燃物品，电线随意牵搭，安全隐患十分严重。该工厂除了有一只灭火器外，未设置任何消防设施和安全出口的警示牌，而最大的隐患是该工厂的居民楼的第五层，楼上楼下分别住着很多群众，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监督人员责令其停产停业，并处以20000元罚款。整顿后，经过消防部门的审批验收，才能继续工作。